林燕分享2020年製作嘅兩首抗疫歌曲《勝疫後相逢》以及《別放棄》，得到唔少嘅獎項，同埋喺大灣區、粵港澳三地播放。今年咧，佢為咗權藝俱樂部慶祝週年會慶嘅歌曲《權藝門》啦 MV 作為製片，佢希望咧透過電影同埋 MV 打造澳門成為功夫之城，亦都發放更多正能量。内心交战，同样响起，系体温不断上升嘅准备，系汗水不断流淌嘅滋味。呼吸开始急促，心跳开始加速，肌肉开始收缩，对手开始捕捉，见到对手继续向前扑，我要欣然接受呢个局。对手越严肃，我就唔可以退缩，击中不能痛哭，使用拳头回复，茫茫地叫道里嘅忠告，未来嘅堡垒等我去建筑。还重新覆盖，就是永不言败。只挥出拳头换取喝彩，这舞台拥有我的热爱，有多少？同大家。